我是公安列车长的134号，然后松山的老和街夜市16:48左右的事。我今天来吃我的晚餐，叫做林妈妈麻油山鸡。其实这家店我以前有时候还蛮，有时候会来吃，对吧？然后街包吃什么时候就来吃。然后这是他那个他们帮我煮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锦州，一个是香菇山鸡腿肉汤。谢谢，感觉还不错啦。然后大家来，赶快来一下。然后如果是在老和街，大概有点中间段吧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。这边的菜都有些还蛮贵的，看你个人。我就觉得有真的蛮贵的，因为老和街真的不便宜的，夜市吧，面试吧，街上啊，所以看你自己衡量。但是我觉得这一大碗要100多块还不错，吃锦州120啦。然后那个鸡腿肉汤160，是吧？我觉得还算可以吧。价格就是看比较有钱的时候，可以来吃一碗。好啦，谢谢观看大家哦。我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晚餐，老和街夜市的那个还不错的吃的料理，就是林妈妈山还有山鸡。谢谢观看大家，拜拜。16:49，缺3号再见。